Hello， 各位大半夜小的大家好，我是愚公叔叔，欢迎收看 Labby Libby 耶、yeah。那上一集的时候，我逛到了扑浪浪浪浪浪的地图，我觉得我逛了好久的地图，但是还是觉得很有进度，所以说我也继续来逛地图，好不好？我这里还是扑浪森林，但是我记得有一个彩蛋，好像在这里，有点想拿。首先我下去右边，不行，我一定要从右边过去。好，从右边过去。下不去，我要滑了过去。然后从右边过去之后，有一个这个打不死的东西。嘣！然后又补满血了，非常值得我花了一大堆时间。Hello， 乐谷兽。那我要到右半边去。好多好多。疯狂赶路中，我要。左边，我过了吗？哦，没有，我要下去之后，对，我要想办法先过去。是肉骨头。喂，好，炸，喂，肉骨兽在帮我添乱了、啊，哦，好烦哦。我决定躲他攻击了，不小心跳太高。而且我还是中。啊，你真的很烦。给你一波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到这个 P 的正中间那一竖那，然后靠着左边的墙走，才有可能拿到那个彩蛋。OK， 我发现我莫名其妙好像快死了，不要这样，给个出单点啊！继续往左边走，我觉得快死掉了，不然我要开大招。这个不能踩，这个我在干嘛？该不会重走吧？应该不用重走吧 ？OK， 从这里开始。好烦哦，这怪真的超烦的，哇！为什么他敢连续发射？那慢慢恢复。好，至少拉到95滴血了。这个不能踩，那个踩就爆啦。我发现绿色的这个有超强力的推人效果，好痛哦！
他们一直在吐不明物体。嘿，嘿。哦，拉血量，拉血量，好。哦，小便。拜拜。好，这里吗？我 A 站错。彩蛋在这里吗？在这一条里面应该有个彩蛋，不知道哪一个。如果现在就是要尽全力的，就是往左边靠。哦哦。哦，这我刚才超惊险就躲过了。喂，哦，又开错招，好，过去，过去，左边，左边一定有一格哟。左边没有吗？没有吗？好奇怪哦！没有东西吗？我记得我跳弹簧的时候有看到，还是我已经拿到了？就是怎样一回事啊？好，呜，大宝都补到。右边，左边，右边。看我超强炸弹，没人可以靠近了吧？那边偷射恶心的东西。哎，还是我记错？我记得有个彩蛋啊。哦，超肥的武兽，那不理你们了。我现在强行突破中。结果彩蛋到底是哪一个啊？那这样回去不就瞬间回到原来的地方了？嘿，彩蛋呢？彩蛋呢？好吧，可是其实我哪一次哪一集的时候突然间拿了，我自己都忘记了。喂，嗯，哦，好痛。四蝙蝠，呜呼！好啦，我只能回去啦。如果我按继续走，会往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又是通上去。那我那一条好像拿过了。有没有看到那个上面有显示说？哦，好吧，此区域。的东西应该是全部拿到了。哦，对啦，都拿到了。我刚刚还绕一圈，区域复活节彩蛋三个，然后我已经三个都拿到了。我真的是白白绕一圈。
我怎么记得依稀记得木匠在哪里没有一个漏掉啊？结果我前面绕了那么久啊，往左边走咯。哦，超大，这怎么过去啊？可以这样吗？看得见过不去，还是我可以在空中滑行？不行啊，我发现我太大字了，完全过不去。哪里？原来是一个过不去的地方吗？好吧，我只好继续逛地图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嘞。好，继续逛地图。为什么过不去啊？我是觉得不太科学。下面没去过，可是下面很像这次。中间，好，左边可以过去。右边，开地图中。可以过去吗？这是一个下不去的地方，蛮特别的。哇哦，好痛！哦，好痛！我不能很短暂的那个跳吗？哦，看到有一个东西，毒性攻击。好，我觉得很像可以绕得过去哦，刚刚那个位置。好吧，今天就绕过去好了。觉得完全被傻，我傻眼了，好痛！因为我傻眼，完全决定先走右边。哦，右边有个存档点，不错不错。看有没有奇怪的东西，应该是不会啊。同一张地图应该不会放两个教主在这。应该是不会，不然标示会重复。下次不能再莫名其妙跳上去了。哦，他会跟着我走哎，打死你！有剧情。是那个集团的人，成功了，兔子走进我们陷阱了，兔子，我们要来抓你了，大家快点遮住兔子。哦，越来越多了。隐形，这些人竟然可以做到这种事，真是的，看来不能逃走了。艾妮娜，小心点，应该还有不少人在这附近躲着。太突然了，兔子小姐，你们不要怪我哦，不要怪我把你们通通灭族。棒！哦，每死一只兔子，就会出现一种不同品种的动物，不是怪物哎。OK， 这两个人刚弹幕就应该就解决了。哦，超多！其实就是，哦，怎么了？怎么又出来了？我决定要用这个。哦，超慢！哦，打不完啊，怎么回事？
我要这样抽攻击。哦，终于全部解决了。还想说这些人是不是要放弃了，结果完全相反。放弃吗？还是不要这么乐观比较好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多了，可能是因为这里太黑的关系，看到他们反而没那么紧张了。没错，这里有点恐怖，人在这里走地方看到这么多人感觉比较安心呢。原来是这样啊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可以救救我吗？ Dust KD， 李波，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有啊，好像有人在求救，声音从这里传来的。我们快去看看吧，声音听起来有点小，应该还有一段距离。嗯，那不就是传说中的那左上角有个巨大花的地方吗？哦，既然是存档，人在前面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太无害了吧，真的太可爱了吧。不过贯穿光线感觉现在不错。好，不知道有没有隐藏要素，没有。呜，超猛。他头上一直狂冒数字，看起来超炫烂。我觉得一定有。没有东西吗？还是没有吗？这是怪吗？哦，这是怪。我快要走到那个你两个框框的那里啊。哦，超大只。越大只吗？幸好他们不会丢气功弹，不然他们丢出来气功弹应该也是超大的。好的，左边跟右边应该是一样的，果然是一样的。不会跳过你们吗？拜拜。哦，这么大个球是怎么回事？白。哦，果然乱战还是有东西的，回战增加。我刚有点强啊，我刚刚觉得这边可以炸一下，有点强。现在都没发现，然后这样怎么过去？下去之后离开下 W 吗？哦，没有，我就直接挺过来了。感觉右边还有一格哦，不是从右边可以过来，就是从另外一边可以过来。好了，我要到了那个点了，不要走回头路，不然会悲剧。哦，有回血点，我快不行了，真的，有人可以救我吗？很接近了，我们应该快要到声音的来源了，就在前面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OK， 哦，彩蛋，彩蛋，赞，喵。哦，是植物女曼陀萝莉。救救我，有人在吗？我被很可怕的生物袭击了。你才是自己是可怕的生物吧。啊，终于有人来了，好高兴。那个刚刚是你在求救吗？可怕的生物呢？是我，我就没有感觉到有人在这附近了，难得感觉到有人在，只好用这个方式叫你们来。原来这是陷阱，你就是被骗了吗？你好，我是艾琳娜，第一次看到你这种种族呢。不好意思，我想不起来我自己的名字了，但是身边的植物都叫我曼陀罗蒂。还有，我不是什么特别的种族哦，我本来也是人类。你是人类吗？可是你的身体虽然完全想不起来以前的事情，但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是从森林深处被袭击的，就是被我下半身这朵花朵袭击，然后我就变成现在这样子了。是这样吗？对不起，我还以为曼陀罗蒂小姐原本就是这样。人形植物这个种族确实存在哦，
地波以前有遇过，但是寄生在人类身上的植物，地波就没听说过了。不要紧的，我本来有轻生的念头，所以才来到这个森林的深处。变成这样反而比较好，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。是怎样？原本是怎样？很边缘的吗？点点点点点点。你们想问为什么吧？抱歉，有点难以启齿。不用道歉了，不用跟我们说明，没关系。原来是这样，大自然的力量真伟大，果然是希望的象征啊。曼陀罗莉姐姐，我叫利波，请就都指教哦。你好哦，利波，活泼的妖精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，请就都指教。其实变成这样子之后，一开始有点害怕，害怕会吓到大家，被大家疏远。直到我下定决心要跟人重新接触时，才发现太迟了。身体已经完全和这里的环境结合，但我不能离开这里。我真的很久没有跟植物以外的东西说过话了呢，真的很抱歉骗你们来到这里。但是刚才看到你们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希望你们不要生气。不会啦，如果曼陀罗蒂姐姐不嫌弃的话，利波每天都会来这找你哦，这样就不会寂寞了。OK， 哦，又来了，兔子现在又知道打架了。是吗？我好高兴，妖精也属于森林的东西，绝对不可以离开。不过艾丽娜，你每天也会来这里吗？兔子也应该一直在这里，因为大家一起呢。他脸是怪怪的，坏掉了。兔子，艾丽娜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啊？气氛变得怪怪的。你看，不对，别往上看，那个兔子现象要出现了。总觉得有人在控制这个现象，组织在捉弄我们吗？来的时机也太巧妙了吧。怎么了？难道你们想离开我吗？不是说好在一起了吗？可是，是想要在一起没错，可是现在你说的在一起的意思跟我们讲的不太一样吧？没错，曼陀罗蒂现在被兔子现象影响了，我们现在不能答应你啊。我会尊重你们的决定，你们想离开的话就走吧。曼陀罗蒂小姐，可是是否能顺利离开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来一起感受下大自然的美丽吧。感受过后，你们也会一直想留在这里。金，没办法，艾琳娜她完全被影响了。我们先让曼陀罗蒂姐姐清醒吧。有没有火焰属性的法杖？哦，感觉伤害会不会加成？呜，我要用这个打。哎，68等哎，超猛的。其实应该要靠近战打一波，不要动。不，奇怪，小虫。金，会动吗？真的会动？这样不太正常吗？18！哦，这怎么躲啊？18！呀！好像就奇怪虫了。喂！打一套！哦，这么多！哦，半血换那半血应该是还不错的。继续移动就对了。他这个超痛的，这个很像森林光线的东西，超痛的。不要。No， 再一发。哦，好痛！太难躲了吧？哦，就是被他撞死了吗？哦，
哀伤哦。再来，幸好有个补血点。我们感觉那个火焰法杖还蛮好用，那我真的就是继续用火焰法杖，不过就是要注意要怎样躲他的招。唉，每次 boss 都要打两次哦。真的第一次要摸透他的那个攻击方式，才有可能去想要怎么躲招，不然的话前面都是硬扛，硬扛一次伤害。OK， 兔子现象又来了。OK， 先打一波。X 光，打在下面就好。哦，像小虫一般。这招好难躲哦，这招不知道怎么。打一套。细心招吗？哦，不小心被扫到一下。哦，慢呢，慢呢。哦。他边扫还。好难哦，蛮难打的。又来长奇怪的东西了。哦，可能需要补血了。不行，我要记得开下 B 才能躲招。